在自己楼上那个窗门的这个位置，我第一次那个第一响的时候呢，我以为是就是这里个交通公路的那个准备在这里，以前不是经常是那个车反了没了，我以为是车反了，汽车事故。对，下面我上到楼梯这里的时候呢，那第二次心又响了，第二次心响了，把那个我看我家里全部窗户啊什么照明啊顶上什么东西全部都是下来了，门窗全部铺在了，那个顶上那个太阳能那个水它那个水度全部下来了。